老师，这个专利手电筒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它方便我在试用各种的场合，而且它有个特色，就是单手就可以做到变焦。如果说有机会到户外，好，那你发生有意外的状况的时候，那你可以打在 SOS 状况。请锁定台湾交通电视台周一下午2点单车奇遇。